每周三中午12点，会员寻宝，仙人一步，更多悬疑烧脑内容尽在芒果 TV 会员尊享。上芒果 TV APP 搜索《神秘空间》，和学长玩同款游戏。哇哦！元气满满的，那就元气满满的进入我们的最后一次寻宝之旅，冲啊！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的初始道具呢？先给大家打一个问号，跟我一起出发到这个地方，我再告诉大家。还出门？各位，今天宝藏男孩能不能继续找到宝藏？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好 ，OK， 出发 ，Go， 走，一起出发。带上你的小书包。走吧，我们出发了。Let's go， 走。哇哦！你今天去哪儿了？去一个乐园。到了吗？到了。走。哇哦。哦。啊？是啥？火车。呜！要开火车？他会变身，铁胆火车侠。好，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哪里吗？对，是光明村的飞鸟乐园。哇哦。哇哦，你们之前来过光明村的这里吗？没有，没有。没想到光明村还有一个这样的桃花源，好美啊！清明时节雨纷纷，断魂断魂，都给我断！魂了魂了！哇，第一次来这边，好美丽，好快乐，好兴奋！耶、yeah! ！来，我们来选道具吧。今天你们猜一下，我们是怎么选这个初始道具？按昨天睡觉顺序来，睡得最晚的第一个选。那这个顺序不太可以。好，是靠我们昨天说话最多的学员开始选择道具。明明先选，明明你先选。那你来选吧。明明七个道具，六个道具都你的。开玩笑的。好，我们现在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手机拿出来就打开你们的健康那个 app。哦，步数。那我们今天选初始道具的方式就是从你们昨天拿到手机开始一直到现在你们步数的总和。啊，那完了，我都在秋千上度过了。天哪，那阿普的光明小学我们岂不是成全了他？那边有个音乐教室，我想到眼睛上的音乐。好的，加油。光明小学远吗？还行。做戏要做到这么真吗？如果去最后不去，容易露马脚吧。好，石凯回来吧。好，石凯回来吧。不用了，怎么不变了？好，现在大家不能动了哈。我们现在请阿普看一下你的是多少。23号是11834步。11834加上今天的107步。107，总和是11941。好，当然不是我自己算的哈，算不来。喜思君的，你昨天的是多少？好，我昨天的步数是7699步。7699步，今天的呢？2319步。怎么今天这么多呀？我说了，我今天早上出门了，我没有在院子里逛。所以喜思君的总数是10018，现在是第二名。好，我走少了，哎，果然是没去过光明小学。那我们第三个文涛来，你昨天是多少？昨天9733步。今天呢？1805。1805，总数是11538，现在是排第二名。来，何运晨，我昨天走了10084步。10084。今天呢？今天走了3586步。哇哦。3580，你起来晨练了呀？不，我是昨天半夜出去逛街了。好，总和是
13670步，现在位于第一名。感谢昨天晚上那个粉红女郎。哎，确实确实。好了，曹恩琪来。我昨天是11072步，今天呢？今天181步，181步，还是睡早了，睡得挺爽。你今天的路有点窄，太窄了，铁子，把路走窄了，格局小了。好，我们看一下，总和是11253，排在齐思钧的前面。你又最后一个。好，现在齐思钧是最后一名哈。我们看一下凯凯和你的 PK， 来，凯凯，你昨天是多少？8123。今天呢？今天是3592。好，3592，今天不错。来，总和是11715。好，我们来看一下总体的排名。我们今天挑选初始道具的顺序就是这个顺序了。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初始道具已经上来了，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们分别是袋子、胶带、饲料、手机包和棋盒。好，我们来有请何运晨第一名木树王来挑选你要的道具，你的初始道具。好嘞，有没有什么衣服类的道具可以选？没有，拿包啊，包套头上。我挑这个包吧。好，来，何运晨选择的是一个布包，解放盆。哎，特别的适合我。步数第二的是阿普，来，你来选一下你要选择的。大爷，你不选这个棋盒？我要手机。手机是吗？还是喜欢现代工具？还是喜欢现代工具。好，阿普选择的初始道具是手机，请把它放在你的道具包里面。我觉得手机里面的线索应该是会比较直接，应该没有太多的无效信息，所以选择手机。来，凯凯，你来选择。这个是啥呀？它是个袋子。我选这个。好，你选择袋子。我选绸带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了绸带上面有一个小符号。好，下一个文涛选择你的道具。哎，我可以摸一下吗？不可以，我们都没摸。你凭什么摸一下？你为什么摸啊？哎呀，听我的好不好？他凭什么听你的？对，来来，我听你的。来来，我听你的。你说，你建一个。棋盘，你之前就像下五子棋。啊，棋盒是吗？好，文道选择的是棋盒。来，我们下一个，恩棋，来，恩棋。啊，那我就选胶带好了。好，选择的是胶带。那最后一个小棋，请慎重地做出你的选择。慎重一点，慎重一点。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有点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蚊香在之前出现过。蚊香吗？再考虑考虑。齁冷齁冷的天儿干什么了？赶紧的。哇，在他的艰难抉择下选出了鱼食。好，最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初始道具的选择情况。好，我们所有人都选择完毕。那你们现在手中拿的呢，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寻宝藏的初始道具了。祝大家好运，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你们的初始道具给你们带来元气满满的宝藏之旅，好吗？我们现在要猜一下我们要干嘛了。哎，吃饭。那我们今天怎么吃呢？我们来到了飞鸟乐园，那是不是鸟儿和小动物他们也要吃饭？那他和我们谁先谁后呢？哎，非常好，你们不说话我自己说，那就是小动物先我们后。所以我们要先把小动物和小鸟他们的食物先喂好，把他们喂饱饱了之后我们再吃饭哈。小杰，赶紧喂，赶紧喂。来，我们今天的午餐呢，是飞鸟乐园的员工餐，来，你们给欢呼。哇，好，非常感谢你们的欢呼。那今天想吃到午餐呢，需要大家在我们这边完成一些任务。那我们抽签进行两两分组，那我们两位学员需要准备羊驼和小矮马的草料并给他们喂食。没错，你们可以看到羊驼和小矮马。小矮马，小很矮的马，那个腿贼短贼拉可爱。哦，好，另外两个呢需要负责准备孔雀的饲料并喂食。孔雀，你知道孔雀可颂？
好，那还有两个呢，要喂鹦鹉并打扫他们的笼子，没错。哎，喜子君，你猜我刚刚说了什么？重复一下。分别要去打扫鹦鹉的笼子，给鹦鹉喂食，然后是小艾玛和羊驼，然后还有一个是孔雀，然后这三个任务，然后两两一组来完成这件事情。哎，非常好。来来来来，采茶组。好，抽到小艾玛和羊驼的是蒲熠星和石凯，孔雀是文涛，喜子君，鹦鹉何韵晨和曹韵琪。今天请来了我们这边的专业的老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去喂这些小动物，好不好？来，我们有请老师。欢迎老师。欢迎欢迎欢迎，站我这边。欢迎老师。老师好。老师好。今天我们给你们的任务就是喂孔雀、羊驼、小艾玛还有我们的鹦鹉。嗯，羊驼和小艾玛呢是你们要到现场去切草，然后拌饲料，然后喂给他们。好。孔雀的吃的东西呢是大白菜和几种饲料混在一起，这大白菜叶你们自己亲手去切。好。鹦鹉的饲料呢是我们自己调制好的。好嘞。但是鹦鹉的笼舍呢你们要进行打扫冲洗。好好好 OK。 孔雀的饲料在这边切啊。在这切好带过去是吗？好，谢谢。谢谢老师的指导。那这边呢是去看孔雀，然后给它喂食的一条路。小艾玛和羊驼呢是这边哈，鹦鹉也在这边。好嘞 ，OK。你们在完成任务之后，你们要去找到你们相应的工作人员，去拿到我们的午餐兑换券。在喂完之后呢，我们在道路尽头，我会在喂鸽子处，也就是那个鸽舍等待大家。好，我们在那边集合好吗？来，那各位准备好了吗？好 ，OK。好，我们出发吧。出发。好 ，Let's go。加油，拜拜。Yeah. 希望今天的午餐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哈，你们加油。天哪，这里真的太漂亮了，这简直不敢相信。这有好多鹦鹉。哎，这就是小艾玛呀，好可爱呀你。我要走了，拜拜。哇，太漂亮了吧。天鹅，黑天鹅，天哪，真的好开心，可以把这么美的景色分享给你们。现在我们就到了鸽舍。哎，我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哎，满足了我这一季没做过饭的心愿。老师，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是吧？大白菜，先切切多碎，很大，剁碎。然后放完，我们直接放这盆里。放，直接放盆里面。小麦可以再放一点。丰盛。好嘞。谢谢老师，麻烦您了，谢谢。拜拜。百鸟乐园，这里好厉害啊！哎呀，小鸟鸣馆和萌宠乐园，那有天鹅湖，你去喂鱼吧，去喂鱼吧。Hello Hello。你们现在需要准备去那个天王里面去喂孔雀，跟着我就可以了。好好好，麻烦您，谢谢。这上面这个孔雀你们可以去给它喂，在这样子伸到它的嘴巴旁边，看看它会不会吃。它如果不饿的话它就不吃，这只可能是吃饱了它不饿。它不仅不饿，甚至还对我们有些爱答不理。好，我来。我走吧。惨遭拒绝，真高冷。这就是母的孔雀，都是。是不是？被文涛吸引走了。哎，胆子小。兄弟，我这也有。我这好。他那个。我这个口味比较硬。这，给点面子。哇哦，这两只好漂亮。
啊，先把这个把这钉好扫掉之后，然后再拿那个把它扫到这里来就可以了。OK， 没问题。他刚竟然想扇我！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就是可以了。现在就是可以喂鸟，可以啊。它的鸟食好像那种，就是特别丰富的那种谷物。你饿不？啊，说明它不饿是吧？不饿是吧？我。哥吃点，哥来点馍。还有吗？哇，他吃了，他吃了，我这个吃了，来。哇，他在吃，他在吃一个核桃。我这也吃了，我这也吃了。鸟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看，是这个样子，买点爪子。来吃个，吃这个果子，这果子好吃。我太难了。哎，我看见了，那是羊驼吗？感觉是，好可爱！我他牙齿为什么这样呢？地包天，你好，他还烫了头发嘞。来吧，干正事。啊，这个饲料要怎么准备？就是你们拿到菜刀，然后戴着手套啊，剁碎放盆里，把这些剁完之后喂艾玛和羊驼。好，这样做。老师，你们就是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用力使劲剁。技巧就是使劲剁。我们像那个菜市场上面那种卖排骨的，是真的。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哎呦，音乐，厉害厉害厉害！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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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剁差不多，带你们进去喂他们啊。进去了，好，感觉有点凶猛，感觉有点困惑。你好，他看那地包天怎么吃饭呢？地包天该怎么吃饭？吃嘛，我不抢你了。哎，老师。网上不是很多个羊驼穿吐口水吗？它也会吐，你要穿它会吐的话，挑衅它的话，它一生气就会吐。啊，生气才会吐是吧？对。啊。现在带你去喂羊吧，走吧。看，饿了。可以试一下。这一看就饿了。哦哦哦、来来来，熏熏的。感觉没什么食欲啊，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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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想理你，并不想理你。哦，扔喜欢吃扔在地上的，感觉扔在地上比较有风味，有那种吃草的感觉，营造出一种在大草原上的感觉。拜拜拜拜。行，今天你们的表现不错，然后现在就是给你们两张员工食堂的。哦，谢谢。好，我们现在就直接过去了吗？好，走走。动物园，多久没来过动物园？波尔山羊。哦，天鹅，黑天鹅。哇，黑天鹅。土拨鼠。真的有吗？你在家吗？啊！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任务，在这边等他们。走吧。走吧，去那个固定点去给他投喂。好的。哦，放这里他们就会吃。对。好，来，那边还有一个盆子，来这边。来，开饭。他们是什么？黑天鹅。哎，吃了。闻它，结果没喂成孔雀，喂了黑天鹅，吃的好香啊！好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投喂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领到午餐券了。可以可以，这就是你们今天的饭票，一人一张，表现的都蛮好的，谢谢。好，谢谢。衣食父母，展示一下，有饭吃了，员工食堂。走，开饭。嗯，这只鸟啊，吃你们喂的食，它跟你们也挺好，要不然你们给它起个名字吧。好啊，我先这个红色的吧。叫啥？红孩儿。红孩儿。有点创意是吗？你看我给它取什么名字？叫什么？叫做倔强。倔强。它就是不吃。我们给它一些空间，它会更放松一些。好，没问题，记得吃啊，不要饿到。表现得非常不错，这给你们两张，哦，这么好，谢谢，感谢感谢感谢。聚餐，飞鸟乐园的员工食堂用餐券，拿到了 ，Let's go。哎，羊驼的味儿，小羊，土拨鼠，土拨鼠，前面那俩谁呀，啊？那个阿伯。看看谁来了，看看谁来了。我们完成任务，并且拿到了员工食堂的。已经拿到了呀？拿到了，厉害吧？慢点，慢点，慢点。看这边来了，朋友们，你们不会全都完成任务了吧？天哪，不会都完成任务了吧？天哪，你看你们来了之后，鸽子走了。哎，这是什么声音呢？哇，这是信号的，他们是训练好的，会把他们喊过来。哇哦，欢迎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飞来长沙喂鸽子，谢谢。来，我们分一下好不好？谢谢谢谢。哦，哇哇哇哇，它飞在我手上。百鸽之王，作为一只鸽子，你们也要把目光向上看。哎，你看到了，这位哥，你看到了，这里这里。哇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又一个又一个。哇哦，他们都站在鸽子的身上。哦。哎，别打架，别打架。小夏，哎，冷静冷静。空手套白鸽。好，就给你吃了。哇。那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去吃饭了，完成我们的奖励好吗？好，出发。哥哥们拜拜。拜拜。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到了。哇哦，这是他。哇，好香啊。食堂阿姨打饭技巧。
来，开始吃饭吧，这里还是挺丰盛的。迫不及待了。这是我们辛勤劳动换来的美食。嗯，在矿边村没有免费的午餐。吃饭吃饭。这个鸡腿好好吃啊，那里鱼好吃，美味。哇，哎，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种食堂的饭有一种久违的，就是大学生。大学食堂啊。差个打发阿姨。你不会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推了吧？你们刚刚有看到什么线索吗？难道？没有啊。只是在养精蓄锐应对晚上那场即将到来的龙卷风、腥风血雨。嗯，我在找个菜。我也在吃，来一勺。你要早饭？加一点点。嗯。这是我看见 UP 吃最开心的一次。演戏太耗体力，演戏不容易吧？演员的极限操作。饿了。我们俩昨天特别好笑，在那找 CD 的时候，盯梢呢，然后看到恩琪从那个院里面进屋了，然后点点，立马鼻子一拔，两个人躺着。哎，恩琪来了，殊不知你们两个同窗异梦啊。你在陪文涛演戏啊，文涛还乐在其中。对啊，我跟个傻子似的。真没想到小丑竟是自己。吃饱了。那我们都吃完了，我们一起出发吧，回到小院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推。好的，走吧。现在是大家的自由活动时间，我们的团队战游戏推迟到下午5点进行。开始了，兄弟们。靠近我干嘛？我没有，这么警惕心这么强，我找牙线。我觉得，因为已经到了那个最后一集，那么就是就算我在乎，我还是激起了一些我的胜负欲。哎呀，巧了。你怎么在这儿？谁在厕所吗？我。里面有邮票，有一张纸上面写着送信单，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邮差包，那肯定重点就是要找到这些信。今天是送信小河，走起，我去送信啦。我现在要先到这几个地方去看一看，好像那边是卢冲子祖。哎，这里就是卢冲子祖啊。卢冲子祖的话，他有三封信。哎，在这儿。Cool。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拍个东西。卢冲子祖的七号。哎，七号在这儿。山东济南省记。20分，月球。那这个20分应该能跟我那边的邮票对应上。那接下来去卢冲子祖的12号看看。这是卢冲子祖的13号，那这里就是12号了。
就是这里。你好，有人吗？你好。是他们家吗？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有人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有人吗？难道不是这家？哦，在这里，在这里。哇哦，卢冲子组的十二号，这边哎有两封信。哎，这里没有贴邮票哎。所以不是让我送信，信上的邮票。二十分会有什么意思吗？那这边应该就都是卢冲子组，那边是一家破组，所以我们去光明商店那边再绕一绕。走起走起，出发。现在能想起来的和鱼有关系的第一个肯定还是鱼塘，然后先去鱼塘看一眼。你好，有人吗？你好，打扰了。在这里面有一个鱼钩，然后鱼钩上面有两把钥匙，我觉得我需要去钓个鱼。我们这哪有？我人生有一个非常喜欢做，但是呢没有什么机会做的事情，就是钓鱼。这样，我先去里面把这个给搞好。要不然的话，在这儿一会儿是让你去偷。哎呦！光明村手艺人 ，cool。我怀疑是水里面有东西，我要捞上来。现在池塘里有很明显的东西，我想捞上来看一下。手机里面的线索就是一个微博页面，然后有很明显的是谜题的几张图片，我只需要把谜题解开，我就知道该去哪了。就指向的是光明村的一个地点吧。这房子是那个鬼屋吗？要不咱们择日不如撞日来个纳凉特辑，出趟门试一下。第一个图标是一个破旧的房子，要说这镇子上有什么破旧的房子，我只能想到这里。那第一站就这儿了，来个纳凉特辑。Cool。这边，这是
诡异啊。为什么会有气球？不是啊。电影海报。风雨之声，楚门的世界，肖申克的救赎，罗马假日。我再看一下。我第一步是房子，第二步是砖块，三指的是三楼吗？线那指的就这个了。我再看一下。蓝色的气球。砖头可能是有空。其实刚开始我去看了胶条，然后我发现胶条里面打开以后有很多那种空气气泡一样的东西，就小小的圆点儿。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一直在想的是，它有可能之前去粘过什么表面不是很光滑的物体，然后我就一直在房间里寻找一些表面可能有一些小圆点儿的一些物品。其实盒里面是，应该是磁铁吧。家里面没有发现什么棋盘啊，但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磁铁，然后就是如果不是棋盘的话，那就是一个铁质的东西。想找一个就是能够立着的一个东西，这样磁铁吸在上面它有意义嘛。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在外面，然后去外面也是要找一个跟棋相关的，肯定就是棋盘。遇事不决，先进光明商店问问。姐姐，我又来了。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下棋的地方？啊，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棋盘之类的，兄弟？好吧，你这儿没有卖棋盘的吧？你好。好。打扰了。哎呀，画室也杀青了，那怎么办？这就尴尬了。不如选这个呢，别选这个，太累了。不，我觉得你至少知道要干嘛。还是他在骗我。棋盘呢？怎么感觉？哎呀！哎，跑那么远。那这是要干嘛？
它在固定的点是有磁力的。哦，我知道了，键盘中间有磁铁。哦，行吧，先拍个照，一会儿复原也快。这什么呀？看起来像是对称的。沉下去了。嗯。不见了。我拿的道具是一根丝带，丝带上面有一些符号，但是我推测是应该要找到一个东西，然后把它缠在上面就可以显现。找一个东西的话，应该是跟五角星有关，所以我现在出来看看有什么东西有关。就扰乱一下。你干嘛？我找线索啊。我到处看看吧，有没有跟我匹配的这个颜色什么的。哦，因为你那个包包是绿色的，所以你在找这个，我觉得你理解错了。那应该是什么？我觉得你这书包应该去学校看一下。去学校吗？我会打算往那边走。我就直接隐瞒了一下我在找信的这个东西，我就是说那个我在找跟军绿色相关，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就是那个糊弄了一下凯凯。你到这干嘛？啊？你到这干嘛？我看你在这，我来过去，我就瞄两下。哦，那走，我去前面看一下。问一下这小伙儿，喝了小朋友，这是干嘛的呀？上什么课？谁给你们上课？老师。啊，刚才有没有奇怪的叔叔来过？是不是戴眼镜？他问你什么了吗？他们什么都没问你。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哎，快到五点了。那现在走回去玩游戏吧，先。凯，凯，有发现啥吗？跟军绿色有关，或者跟当兵有关的。你觉得跟颜色有关？啊，或者是当兵什么的。不会骗我吧？我骗你干嘛？我也在跟颜色找点跟颜色有关的。我在想有什么，就是裂开的东西。去吧，你照自己啊。你是什么鬼？这种天气找线索，你不裂开吗？现在要干嘛？要玩游戏了。财宝动静有点大吧？指引去一步一步的完成四步的指引。第一步找到这个破旧的房子，外面有很多的红砖，然后来到这个房子的第三层，找到绑着丝带的气球，获得一张有很多水果元素的迷宫。迷宫的路径可能会构成
数字线索或者字母线索，另外一个就是得用上迷宫里面的水果的线索。饭过后推理了一会儿，又到了我们的 Number One 游戏的时间。游戏获胜的呢，他可以复制全员任意一个人的游戏道具。那我们接下来通过抽长短绳的方式来选择你们的长短队伍。复制道具团队战分组游戏，抽长短绳。游戏规则：箱中有六根长短不一的绳子，每位学员选定一根绳，同时抽出，抽到较短绳的三人为短队，抽到较长绳的三人为长队。还是熟悉的方式。哎呦，我还是第一次抽呢，能抽出什么东西？好，来，你们现在可以去选择自己的长短队了。那我粉色。哎，你要、啊、你要粉色，那你拿绿的，我拿绿色。我拿黄的。来，一二，这么长？哇，真的好长，这也太长了。这是短的，我们仨。来，我们看一下长短队已经分好了，短队是曹恩琪、齐思钧、文涛，长队是胡一星、石凯和何运晨。好，接下来这个游戏呢，就是你们获得复制道具机会的重要游戏，所以大家拿起自己的元气参与起来好吗？游戏规则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明白了，也非常的熟悉了。复制道具团队战游戏，吃定你了，4.0。游戏规则：棋盘上分为黄蓝两方，长短两队各选一个池方，通过剪刀石头布选定先后手，双方依次在棋盘上放置或移动棋子，率先吃掉对方的王，或将自己的王移动到对方区域，并在下一轮次存活的队伍获胜。棋子移动规则：双方各拥有子、将、象、王四个棋子，每个棋子的移动方向不同，玩家必须按照棋子标示方向移动。子只能向前移动，象可以对角线移动，将可以前后左右移动，王可以向任意方向移动。子在进入对方区域后可翻牌为猴，猴不能向斜后方移动。双方每轮次只能选择移动一格或放置棋子，棋子按照规则移动后被吃掉的棋子归下棋者所有，棋子可在下一轮次重新放置在非对方区域的任意位置。当翻牌后的猴被吃掉后重新放置时，需要放置成子。来，先石头剪刀布决定先后手吧。有剪刀，石头剪刀布。所以你决定自己是先手还是后手？先手。对于吃定你这个游戏，在场上拥有更多的子会更好一些，或者手里拿的更多的子会好一些。觉得先手的话，打起来还是稍微方便一点的。好，游戏开始。上将吧。好，短队将将往前移了一步。我们也往前一步。我们可以跟着走吧。好，我们也顶将。好，长队也把将往前移了一步。哎呀，现在吃鸡。其实可以吃鸡。你是一个对子的行为。对，打一轮其实就更多的棋子用来打。不，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相当于你帮他走了一步，你帮他把象或者将走在了中间，象或者将走在了中间。嗯，我觉得你们说有道理。他说的声音有点大。哎，是。哎，他要是拿子把我们子吃，我们可以直接拿王吃了。但是你上来以后，他要是把将打了射进来，我们怎么办？那我们移到左边来。我们往右边，然后我从这边顶个子。哦，所以说你要是王出去了以后，他往回走，就有点浪费不过手，对吧？嗯。你但是那他要是把子吃了，我们上个将，我觉得我们划得来的。凯凯看起来就小时候没少在公园看大爷下棋。是看我们那边的大爷下棋。只有两步可以走，现在是。对对对，要不然走王，要不然走子，那对子吧。对，对角。那对子。对，听你的。好。背锅。我们听恩琪的。我背锅。
我飞过来看一下短队这次的决定。来来来，通过自己的子把对方的子吃掉。来，我们现在轮到长队。顶了，好，顶了，顶。好，长队用象把对方的子吃掉。我怎么觉得这一步下来之后，我们变成后手？是这意思。如果你现在是用象，那我们现在是后手。我现在想的是，我们的将在中间，这样的话，他上象、上将和上子，我们都能最起码能挡，因为你占中心位会还是有重要性的。然后你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的将如果下到那儿的话，就把自己的象给憋住了。我觉得上象也可以，上象也可以。那就先把象放出来，能上象，上象，上象，上象。好，短队决定把象移到了斜前方。我想的是直接把它降飞了。把将飞了，直接把他将拿了，把将拿了，跟他换了。嗯，跟他换，先换将。那长队用自己的象把对方的将吃掉，开始你们的。那就直接王，你的王了。哇，短队真的决定的很快，用自己的王把对方的象吃掉。来，我们的长队。嗯，靠你啊？怎么靠我？我觉得石凯在下棋这个游戏方面是有巨大的优势，因为石凯是我们当中里面最擅长象棋的，展现出来他很多的战术性的思想啊什么的。Yes。我把将放那儿呢，放在那个象旁边。可以啊，可以啊。那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他会将会跳啊，象会跳到这边。他的象跳这边，那不然他等着被吃啊。那我们就没了，我们就被动了。那你就移将吧，移将，将移到中间。可以啊，我觉得是可以的。来，长队做出你们的决定。哇，长队移动了自己的将，看一下短队这边。如果是这样的，就是你把象上在那个左边，我们最前面那个位置，然后这样他必须要，他必须要挪动王，对不对？或者他把我们象吃掉。对，他。啊，不行，这个不划算，不划算，我们要丢掉两个象。这放自己的话，可以。就跟他进象的下。嗯，不，我现在已经想到了下步。慌吗？我想的是直接把他的象给他吃了，拿将。不好吧？他将王直接吃了。那我们就将他将军，他要么就后退，他要么就往这边飞。但我的王在这边。好，你说走，那吃了吗？顶上去，顶上去。顶吗？顶吗？好，长队做出决定了，用自己的将顶到了对方的象。吃不吃？他只能吃啊，不是吃不吃？吃不吃？香喷喷。他不吃他就死。确实只能吃。用自己的王把对方的将吃掉了。来，长队将，不要给他机会，将他。长队下了一个象在上面，他要么用那个，要么用那个，对不对？要么用再上面，再将他。对，这样顶他。如果他选择用王去吃这个象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象去顶他，所以他不敢这么做。其实是我们是赢了两步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方的王就是只能够后退了。那当对方的王一后退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逼到一个角落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挺进我们的王，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绝杀的目的。怎么下出来的，石凯啊？我怎么就想不到如此精妙的一局？一换一的局怎么打出一换二的？吊棋啊，吊棋。什么叫吊棋？就是你将一军的时候，他的将军必定要去走掉，你走掉的时候，不光为了他的将军去了。石凯象棋小讲堂开课了。吊棋指的是你想是把王往左挪还是往右挪？应该往右挪会更好一点。对，王，我觉得王要往右，你想想，王要往右的话，他们会怎么走？我把将放在这儿，放在这儿就很难受。他要把将放在这儿，我们只能把
我们就防守把姜文上一把。赢了，赢了！我已经看完了，要不我直接跟你们说吧。告诉你们怎么输的体面。你的王现在只能后退。别一会儿输了。没有，不会输的。相信我，他的王现在不后退，没地方去。不退到皇上那里来，你就输。你别听他们怎么骂咱们。好，把自己的王移到斜下方来，长队。吃了他也没了，用王把他的子吃了。好，用王把对方的子吃掉。他现在只能往这边走了，待会中间放一颗象。将军，我们这将他也可以。对，又到转队了。放到中间将他，他也可以将我们。啊，他拿什么将我们？将。将放中间。啊，怕他干嘛呢？我们回来就是了。没有，回来就是了，而且我们还多一步。那就这样放下来。好，团队做出你们的决定了吗？好，选择把将下到了棋盘上。走中间，看他怎么走。不往后面想了。不用想了。不，因为第一你不后退，不后退那就只能往旁边移了。好，你也不能前进。好，好，决定了，让他们抢去。哎，我看他的象放哪儿。我们去对他的象嘛，就站中间，然后去对他的象，对不对？他吃我的象，我干他，对不对？他要么他象退，他象不退，我们上将，对不对？我顶他的王，不然你先走别的，我觉得意义都不大。你的意思是把象放中间对吧？啊，中间应该有一步可能哪里没走对，然后就送了对方一个子，导致后面一直很被动，他们的棋比我们多了两个，到后面就那个时候已经很被动了。这儿咱们再就这三个子，人家棋比我们多。好，团队做出了决定，把象放到了棋盘上来。我们上完了。不能上网了，能上网啊，右上角两脚就没了。我们往王那边走。好，移动了自己的王，是不是？赢了，结束。来，兄弟们，加油！无敌，试开玩这个游戏，这就是你的本命游戏。所以现在是团队认输，是不是？是的。好，我们的游戏已经结束了，恭喜长队获得了复制道具的机会。那我要恩琪的胶带，我要鱼食，那我要结合，好，接下来大家进入到了各自的自由活动推理时间。好，现在长队，等我跟你们拿一下复制的道具哈。晚一点我们就吃晚饭哈，其他人可以自由推理了，加油！走了。我看到阿福复制玉石之后就很慌，很着急，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想抢在他之前。然后呢，我就在拿到玉石的时候，直奔鱼塘，抛下了我亲爱的摄像大哥和我亲爱的PD老师。好，我刚刚在这个湖里面鱼塘里面捞起来了一个盒子，盒子里面也是这个娱乐牌，就和我的鱼食是一个牌子的盒子，然后里面会发现Game 5的一个加油器，然后我现在在想哪个地方会有这个加油鼓掌的
所有的。加油，娱乐派。Game Five 哪里可能会使用到 Game Five 这个东西？有线索吗？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没有呢？真没有真没有。怎么会呢？你看一下胶条，你自己找一找好不好？哪里有胶条呢？给点提示吗？我真没有。情谊最后一期了，我在想，我真的在想。在想吗？对，在想在想。那、你要想到了，你要跟我说一下你想到了，好不好？行，你想到你也跟我说一下。可以。好。什么？你这个是你包包配套的衣服？哎，是，很合适啊。你包有响吗？包里面啥也没有，包里面就一个包。你真是天真，你没有这件绿色衣服，你这辈子都逃不出来。好了，我打算走了。先去宜家坡组的42号，走起。40号和41号，那42号应该就在这儿。42号喽，这里。宜家坡组42号，找到了，两封。对了，那接下来就去宜家坡组的8号和9号，刚刚那个地方。哦，找到了，可以去8号。8号，找到了，10封信里面有7张贴了邮票，青海玉树、浙江杭州、河北廊坊，这3封信都没有邮票，信件来自于全国各地。当时我找到了芭蕾舞封面的本子，芭蕾舞鞋是有绑带的，我就在想会不会跟我的腹带有关系。体育赛事，哇，雨太大了，我在这等一下，过去套鱼，大概你也去套个鱼。你没事吗？主宰上面有一个独角星，然后把整个主宰打开，上面有一些符号。然后当时就应该想蝉、蓝、绿。Thank you.
迷宫的答案已经解出来了，现在去那个宅子里看一下，应该还需要回到那个阁楼上。快跑，沙哑。今天是我们在光明村最后一次晚餐，这也太丰盛了吧！感谢品苑静怡庄赞助了我们菜，没有好伙计。嗯，光明村的风景真的是景色秀丽。哎，在光明村的人特别的热情。本季的最后一个复制道具的游戏，听到你了，干脆给我。排骨、烤串、蒜，蒜也太狠了吧！蒜你狠，他下个月都要疼了吧？还要哭啊？那是个啥、啊？让他吃个三分钟，让他吃。你哪里会有中国地图呢？你有看到过哪里有地图吗？没有，没有，没有啊！去别人家借的。哦，那会不会是开心开心？他开着灯太棒了。我们要拼尽全力打开自己的小脑瓜，献给光明村最后一晚。耶、yeah! ！我离真相又近了一步。投机啊！黄色的，应该是一个字谜。敌不动我不动。你上海过吧？好的。上去看看吧。哎呦，